第六题，光会从学校出发，先去书局买书，之后移动到图书馆念书。请问光会整个运动过程中路径长为多少公尺？我们知道路径长是实际上所走过的距离，每一个走过的地方都要算到。图中的1000公尺总共分了5格，因此我们知道每一格呢是200公尺。那么从学校出发走到书局就走了200公尺，再从我们的书局到图书馆，这边有经过了3格，所以就是600公尺。所以光会实际上有走过的距离是200公尺加上600公尺，总共会走过了800公尺。所以第六题问我们说，请问光会整个运动过程中路径长为多少公尺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800公尺。